Hello， 我今天的穿搭，之前大家应该见过，是一个这样衬衫。然后因为今天我们要逛街嘛，所以我想穿的轻便一点，然后这样的一个打底裤，然后配了一双普马的鞋，就比较随便。我准备背一个像那样的包包，一款这样的眼镜，还有一个这样的耳环。拜拜。Hello。今天呢，我们本来预定的是大概是10点就起床，但是因为大家昨天可能也挺累，然后睡得也比较晚，所以我大概是10:50才起来，然后跟我一起旅行的姐姐她是大概11点多才起来，所以又让我们的旅行延后了很多。他们现在正在办退房，然后今天我们准备退完房先去吃个饭，然后去逛个街。逛个街之后，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想买的东西啊，再转一转啊，吃吃东西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应该是赶大概7点钟吧。7点钟的时候，我们准备坐新干线去京都。其实我还挺期待的，因为我每一次来日本的话，日本的基本上我来东京比较多，然后像京都啊、大阪啊，我都没有去过，所以京都我还挺想去看一看的。如果去了之后有好玩的、好看的，我也会拍给大家看。希望今天也是一个愉快的一天吧。耳环掉了，我今天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耳环。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吃饭。想吃东西吗？好饿呀，饿吗？饿，有点饿。吃辣椒吗？对。这种辣椒的味道，看对我来说不怎么辣。来，这个牛肉的卖相真的不错。那么小的小娃娃，我可以给我姐姐的孩子买。我们已经来到了新干线的火车站，一会儿就可以坐火车去京都了。这个是我姐的，这个是姐姐的，其他都是这个。
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箱子。巴黎呢，今天装了，装了一张纸，说一下都吓唬你们。因为我觉得包包不装这个纸的话，就整个是瘪的，所以必须得拿上纸的。还有。眼药水，CPB 的口红10号色，就这些了。他们的衣服是粉红色的，好卡哇伊哦。我听说我现在手持的这个相机不可以平放，平放它就会升级。特别事儿，给你看一眼啊！看生气。Babe, it's too true. Every guy up in this club is looking at you. I know I'm a little shy and ain't got tattoos.But I'ma try my luck and holler at you. Yeah. You got that big, big bubble butt. Better keep my mouth shut. I'll just watch you do your thing. Sipping all that pink champagne. Yeah. Girl, go to work. I'm gonna go to the store. I'm gonna go to the store. I'm gonna go to the store. I'm g o n这个是海鲜的便当，海鲜的，然后这个是鸡肉便当，然后这是牛肉便当，都好诱人呢，看着都很想吃，是吗？等一下啊。本身这个面是这样的，然后我刚刚把这个辣椒倒进了这个里面。